大家好，我是阿金，欢迎回来观看 My Pick Show 的游戏影片。我今天要玩的是第三章第三节，应该是最后一关了吧？车票给你，混蛋！哦，外面景色变了，这什么地方啊 ？Chapter 3，One for My Pick Show。这是在云层上吗？那根什么鬼啊？哦，我见到上帝了！哎、欸、嘿，我没有点电视啊，你发神经了？不，等一下，我今天要玩的冷静一点。我答应大家，今天要玩的冷静一点。什么鬼？这是什么操纵？恶魔遇见上帝，然后又遇见恶魔，直接拿药水 ，X 药水，给恶魔喝。喝啊，混蛋！恶魔变成我的脸。那是什么鬼药水啊？复制人药水吗？庄园，我看到了炸弹在牛的屁股里面，我可以直接点吗？我可以点吗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抽出什么东西啊？我赢了！我抽出什么鬼东西啊？靠，好恶心啊！金鱼，不。这是小木偶吗？小木偶什么时候在金鱼肚子里面有遇到船长，我都不知道。这什么？给小木偶撒胡椒，打喷嚏。哇，这个金鱼变得好可怕哦！什么鬼啊？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又是冰岛上的小木屋啊？这是三温暖吗？地下有这什么乌克丽丽吗？丢进桶子里面，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完全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我唱歌可以招雨，招雨过来，然后把火都熄灭，结果小屋没有爆？靠，苦力怕！这边有洞可以打爆吗？这是什么啊？我捡一下什么东西啊？给苦力怕。哦，我拿着手上的什么鬼东西啊？会发光？靠！我又回到天堂了。耶稣吗？地上是什么钞票啊？还是遥控器啊？给他看看。没反应。哦，有。是怎样？嗯？这是什么梗啊？我完全搞不懂这是什么梗啊！他拿着钞票，手举起来，然后被雷打到。耶稣还被雷打到，我直接踢恶魔的蛋蛋看看。不，恶魔太强了！不，恶魔蛋蛋太强了，不行了，我打不过他，绝对不是这样搞的。回到小木偶历险记，金鱼的喉咙这个可以点吗？欸、可以哦。三小，那是金鱼的喉，什么鬼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我记不起来啊！靠，为什么变成电灯了、啊？苦力怕，又是苦力怕。这边有东西可以点吗？是画面上只有两个东西可以点吗？苦力怕跟那个亮亮的东西，我点苦力怕看看。我服了，我服了你。我输了，你赢了 ，My Pixel。大锅嘞，点大锅看看。哎、欸，赢了，这么简单？搞毛哦，这么简单？这关呢？这应该是胡椒粉还是什么？我替船长蛋蛋看看。哦，船长太强了，这一关的敌人都太强了，恶魔踢不死，船长踢不死，我也没办法打爆神啊。那拿胡椒撒在喉咙上面看看，耶、yeah, ，打喷嚏了，耶、yeah, ，哇，我们赢了，耶、yeah, ，这是正常的逻辑，耶、yeah。
My Pixel， 哇，今天正常的逻辑终于发挥功用了，我赢了这一天，耶嘿 ！OK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咪。没接掉进去。Sophia， Thank God she's alive。啊！哎呀！